欢迎来到岸边的大伙，我是阿宪，我是阿飘。没错，今天我们来到了台北的 Pokemon Center。台北，希望接下来有台北、台中、台南，连小琉球都有。太棒，那真是太棒了。好，那我们今天的企划呢，就是我们会抽里面的金额来决定我们的团员能够花多少钱进去买东西，最高是2500块。哇塞！等一下，他们了，太恶心了！没办法，没办法，我摸不到。好了，我摸到了，我摸到了。我是多少钱呢？不可能吧！1500块。两千！哇！两千五！所以我是500块。500块！各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开幕纪念品介绍，哦，这个要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五万的纯金徽章，这个很夸张哎，我期待。有一个 YouTuber 来买，那旁边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最喜欢的，这宝可梦的悠游卡。嗯，然后我们这次宝可梦中心的代表物是这个快龙。嗯，我觉得非常之棒。那下面的这些都是一些小吊饰啊、小周边，我个人觉得这个徽章胸针还不错。我们现在进来了，最值得要先逛的就是这一区，这边都是限定区，大家一定要记得来这边看。三只地鼠，一次三只哎！我觉得这个小娃娃真的很值得哎，我觉得这两个人值得买。我地鼠先拿，他这个有盲盒系列，直接是这个精灵球，然后里面就是宝可梦。好，各位，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卡牌专区，然后这边也有一些补充包，这边也超级多卡套，我个人就觉得这些都很帅。哎，这张很可爱，对，这张很可爱，这张很可爱，很可爱。所以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可以逛非常久，而且你看，其实它这边其实位虽然位置没有准备到非常多，但这边应该是可以对战的地方，就让玩家进来对战。我现在的想法是我想要买一个娃娃跟悠悠卡，大概500多一点点。好可怜哦，你拿多出来的，我帮你做。真的假的？有，现在大家来到文具区，有文具，有包包，有吊饰，这里还有资料夹。它的资料夹其实我觉得算漂亮，因为它这里是有点透明的，然后你看后面，哦，好可爱哦。我觉得它是好看的，你看它三个包包这样，好可爱哦。它的束口袋很 Q， 它的进化版，你知道它会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它是胖版的皮卡丘，哦，这好可爱哦。而且你看它的拉链，它拉链是皮卡丘尾巴，我忘记是650还是680，反正600多块，我已经钱多到。不用看价格，你是要说那个纯金的？纯金的，我觉得你应该要买。我没有要买。好，各位，我现在有点犹豫，因为我抽到的费用是1500块，那这一支呢要1420块。今天我们进的也是好像一个人都只能买一个，一样商品只能买一个。哦，真的假的？不能买重复的，所以说一定是限量的。好，那我就决定了，你就要单压这一支。单压。喷火龙跟裂空座，你看他们两个合体，但是我们是分开送啦，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会很喜欢，然后我们频道大部分男生比较多，分送给大家。另外呢，女生也有福，你不觉得很可爱吗？这个卡套我们也会送出去，好吗？好，各位，我们现在全部人都购买完商品了，那我们就由我们金额最小的阿辉来开始介绍一下他到底买了什么。那我买了482，还有枣。哇！然后我买的第一个东西是。海边怪的娃娃350块吧，这个超可爱。这是联名的限定的悠悠卡。你有在搭捷运吗？有啊，我最后买一个袋子，我结束了。对，大哥，哒啦哒啦，买一个袋子。Yeah， 但是我总共花了1070，70块我自己贴啦。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咪咪 Q 的一个发带。然后还有买一个限定，我觉得限定版的好像一定得买一个东西。那我最常用的就是背带、悠悠卡。哇，我就只买一个东西，够暴力，就是我们的快龙，因为快龙就是我们台北站的代表宝可梦。我是个专门最会花钱的人，我今天呢2130块，130块我贴好不好？皮卡丘的这个资料夹，山地鼠。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我拿了这个，真的。因为它这个两个遥控器里面是没有电池的，所以它只能，对，它只能吃那个就是机子里面的电然后去做。但是呢，主要是我会买它是因为我的机子是白色的，然后它的配色是那种蓝白色的这种配色。哎，我也是觉得限定版的一定要出，一定要买，就是电子耿鬼娃娃。因为我宝可梦里面最喜欢耿鬼，我这袋里面最喜欢的东西，这真的超可爱，它里面也有鸭纹，那好可爱。然后我还为他买了一个吊饰，超 Q 的，它是一套的，超可爱。我买这些哦，还不到2500。
我只买了2415块，5块是这个袋子。好的，各位，你们以为这个企划就是这么开心、这么简单吗？我跟你讲，没有。我们刚刚是天堂，对不对？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地狱。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第二次抽奖。这个抽奖呢，你袋子里面有5颗球，4、黄、100。抽到白色的呢，要将我们这次买的东西呢，赠送给大家。什么？全部吗？你的意思是说我的Switch手把也有可能会送给大家1500块？好，那我让跳那么开心，那我让你们不要那么地狱好了。我们可以选择那一袋拿一个东西出来。啊，我塑胶袋算一个东西吗？不算，我只能留悠游卡或是一个娃娃。就像如果抽到我的快龙就直接出去喽。哦，没喽，没喽。大家一起打开哦。天堂、地狱，开！好的，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那一样，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这一次的 Pokemon Center 影片你最喜欢哪一些商品？可以留言就是跟我们互动，然后记得帮我们影片按个喜欢。另外，我们送出3名小礼物，其中一个人随机获得这一支我们这个台北站的代表快乐。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爱辩子频道，还有麻姑师太厌世女子所有人的员工 IG 就这样。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快龙。他不录了，没关系。你想要走就直接走啊，回头干嘛？你干嘛？快手，要做效果，做效果。